早上好，兄弟姐妹们，是我阿伟，也是可以叫我 Park。今天我起来大概有6个小时，但是我在我的床上躺着，因为今天没有做工，然后还身体还没有这么舒服。但是呢，今天我也是要出去，走一走，然后运动。今天是我运动是手臂，所以呢，今天可能我的频道没有什么这样特别，但是我给你们看我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订阅，在我的 YouTube 频道里面，然后给我一个星星，然后你可以跟住我，然后你们也是可以问我很多东西里面的。然后呢，今天我也是有一点累，因为我病了很久，大概有2天了，所以我那天我病了，我吐，然后有胃不是很好，所以我有自己的，你看自己弄了，然后也打一点针去医生，所以我病了，所以现在我好一点点，所以我要去逛一逛，我去运动，所以你们可以跟着我吧。我要冲凉先，但是给你们看这个他们的洗床的，所以给你们看一看。他们洗镜子，这里看到也是很搞笑的。看，非常危险，标注洗这个镜子，这是很搞笑的。兄弟们，现在我要剪我的头发。And her shop in CBD called Say Hair, Say Hair like tree.
So if you would like to cut your hair, the cost here is really cheap, it's really affordable. And you can come here and cut your hair because I found this salon is really good, like the service also nice and the price also like me. 现在我运动的声音运动好了，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I will cut my hair here. My 剪头发的档口是在这里，所以在这个楼梯下面，那个主人他的剪头发的还是很好。剪头发的话，我觉得这个剪头发的头发师也是不错。也是很好，我还有一件，但是这个价钱比较便宜，有其他的是很贵，30多块，这个是20多块一个套房，所以去逛一逛，因为现在我有时间，这一两天不舒服，所以我要出来走一走，所以会健康一点，因为不要有那个在家那边躺住太久啊，会我觉得更生病更久。所以出来走走。录完了，这里现在6点，晚上。现在如果这里的话，晚上的话比较安静，但是今天你看到比较多人，因为人是刚刚下班，所以比较多人。也是很忙的，但是大多数是星期五、星期六。他们吃完呢，吃喝酒啊，喜酒吧，跳舞，交朋友，然后做其他东西。因为比较热闹的地方是星期五、星期六，大概是他们没有做工作的时间，因为放假嘛，大多数假期。如果这样的时间，他们大多数就比那样东西，喝酒、跳舞、吃完。这里晚上码头是很美的，早上是很美的，看情况。我觉得这里如果你做工很累的时候，过来逛一逛这里比较好。看风景，比较热闹，因为码头大多数都很热闹。因为有时候他们做工是从其他的岛过来的。大概搭那个船大概是15分钟到这里吧，因为很近嘛。好像我以前没有，好像我在巴淡岛印度的岛去新加坡游大概1个小时，如果这个去那个岛是最多最久都15分钟吧，大概是这样，如果不错的话。如果晚上的话，要穿厚一点，因为这里是在码头，很大风，很冷。如果现在冬天是很冷的，所以要穿厚一点。来这里，不的话，那个风吹起来呀，好像那个，好，不是好像那个，很想象那个你在很冷的，很像那个冰岛，很冷很冷的风吹过来。这里晚上真的很美了。兄弟姐妹们，我就说，因为这里啊，那个后面是码头，然后那个很大的，真的也是一个也是码头来的，所以进去里面买票，然后过去其他的岛，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真的很冷很冷，所以就来这里的话，冬天要穿厚一点。但是风景晚上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做这里啊，做工啊，生活，我觉得这里是城市 CBD 的 Auckland CBD， 我觉得最美的是这里啦，晚上比较热闹，有时候这个刚才我说的码头要进去里面，它有卖票的，要去哪里可以自由。
这里也是有几个酒店我喜欢去吃东西的，喝完的也是好吃的，看但是不代表看到美不好吃，有很多的是好看不好吃，但是这里的大多数是还可以。听到了吗？大风是不是？没错，这里真的大风。之后很多海鸥的，但是我今天没有看到海鸥，因为太冷，可能他们睡觉了，所以他们没有出来。有时候很多的，如果晚上真的很美这里，所以出来走一走，很美是不是？这个酒店呢也是很好的，风景也是很美，但是一晚的话大概500-600多块，以前和我朋友住过一晚嘛，他在我走来的，所以我们住一晚那边聊天，然后做其他的东西喝酒啊，看戏啊因为我还读书的时候读这里，是有时候会见朋友啊，找朋友，大概是这样的。很冷，所以待会儿不透，真的很冷。然后风吹起来，头很冷啊，所以这样感觉不好，所以不会吹到我的头。船啊，有时候你可以租的，所以出去啊 party 啊做什么东西，好像你生日啊你可以租的，但是要看他们有放那个电话号码的，所以我们可以谈一谈价钱的时候，但是也是有旅行的，这里很美是不是？来这里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下午、中午也是喜欢来这里，因为风景真的很美。我很喜欢上面吃，那是我没有介绍给你们的什么餐厅，但是我喜欢去的餐厅是有这里，很好吃的。走一走，逛一逛，因为今天大多数是没有做什么东西，所以出来走走。去运动，剪头发，然后出来带你们逛一逛，有时候看一下风景，因为我以前都和你们说嘛，如果有空的话我带你们来这里，但是晚上我觉得是很美，最美的是晚上，可以拍很美很美的照片，如果你们喜欢拍照的话。这里的桥坏掉了，以前这里有一个桥的可以开可以关的，但是这个桥好像
断掉了，坏掉了。那时候是我看是坏掉了，可能他们现在修理吧，可能那个桥断掉啊，不懂什么问题，但是不可以去那边吧。我们可以到这里，这里玩呢，不能过，因为坏了那个桥，所以我们先在这里吧。到这里了，兄弟姐妹们。但是我们有一天的话，我们会再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桥断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可以去那边。我们可以去，但是要转一个大圈才可以去那边的，但是比较远，因为这里也是很晚了，大概要七点了，所以我回去做我的晚餐，然后吃饭，然后睡觉，因为我不要出来太久，因为这里很大风，如果进到风的话我会再生病，所以带你们看一看新西兰的城市 Auckland CBD。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你们可以问我很多东西，这里生活、做工、读书，你们什么都可以问。下雨了，我祝你们兄弟姐妹们开开心心的一天，幸福的一天，每天都有好的日子。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才见面我的其他的生活的情况，和你们分享这里的生活怎么样，我的生活。所以拜拜喽，有机会的话我们才再见面，这里，拜拜，晚安。